这个创始人马上就会红遍全中国，到时候记者来采访你，你不得好好的装扮一下，这是形象问题，知道吗？你现在代表的是创开的形象。上车吧，送你回家。好。哎，那个林总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再说了，你这车。 坐咱们仨人也是有点挤得慌，啊，这个事就交给我吧，啊，我们自力更生。那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哎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哈哈。哈哈。 走吧。哎，你慢点走，你等会儿我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不是可厉害了吗？你刚才在餐桌上啊，呼风唤雨，指点江山，张牙舞爪的气势呢。我这不是怕给你丢面子吗？你怕给我丢面子？就你刚才那表现，我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你忘了我们约法三章的事了？没有，绝对没忘。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时时刻刻牢记在心了。行。 我也不跟你耍嘴皮子了啊！明天你就给我回平都去。哎，别！我哪儿错了？你喜欢我哪儿，我改不就完了？你喜欢我哪儿，我改。我们怎么说的啊？你不能干涉我的生活和隐私。天地良心啊！我今天可是干涉的林小海的个人生活和隐私。你没跟踪我们？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餐馆里的？没有，绝对没有跟踪。 我今天的出现纯属偶遇，我就是想看看这馆子的菜好不好吃，下次带你来。没想到在这碰到你啊！编，再接着编。嗯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就是见不得你跟别的男人私底下接触。什么叫别的男人啊？他是我的合作伙伴。再说了，你是我什么人？你什么身份？你凭什么管我？战友啊。 亲密的吗？哎，慢走啊！开的手法真的不错。你好，哎，老板，最近有什么新的好东西吗？啊，这几个都卖的不错。哎，哼，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用啊？对啊，别人用着都说好。这个80块钱一张。 不喜欢啊？好，我这儿还有管别的。你看，这儿新到的，金奇输入法，什么时候上的？哦，刚上的。金奇你知道吧？这个是中国最大的软件企业，用过他们的人啊都知道好。他们企业主要就是。 苏爷，正好我正找你呢，敲办公室说。不，我约了朋友。我找你有事，而且是大事儿。你看看这个，好，我马上去对比两种中文输入系统的优劣。走。怎么样？他们这个输入法比咱们的好吗？那是咱们的输入法比较好。你倒是给句话呀！
到底谁的好？彭总，你先别着急，等会儿。不可能什么？到底谁的好？一样好。一样好？对。小花，我现在在医院门口啊，你在几号病房？我上去看望看望你啊。啊，还有那谁呢？小赵、小李、小孙，他们都住哪儿啊？是不是跟你住一块儿啊？我一并上去看看。